东北的。东北的好吗？太闷了，不行，我再整点四千块钱。那我们一块儿，我们还有差点的让江，让江，你别给我弄丢了啊！你说，往前面拖前放。那个广捷是一路是100。动员组织我们市场的这些大户，在各个主产区增加我们这个蔬菜的一个是采收，一个是储备，还有一个调运。另外呢，这个应对这个低温天气，市场呢从这个泡沫箱、棉被、帐篷，还有这个开水房等，增加了一些服务措施，这样呢，减少了农产品受到这个低温天气的冻害。政府呢，在这个期间，继续的实施对全部蔬菜免收进场费的这样一个政策，所以说呢，也降低了咱们商户的这交易成本。